to one or two per person. And also, you can ask your questions in English or Chinese. And thank you again for guys taking the time out. I think it's a special day. I'm really excited to share this with you guys. So thank you guys. First up, if you guys have a question, just raise your hand and I'll call you. And you can ask it. Go ahead.嘉子你好，我这边是界面新闻，来自中国大陆。然后我们今天在这个发布会上，其实也聊聊了很多关于 MKS 的这个事情。然后，现在就在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好像 Genius 现在也陷入到了这个流动性危机。所以说你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未来的这个道路。所以说，我想具体的再把这个来问一下，就是您认为中心化的这个金融机构，它未来将何去何从？包括咱们的货币。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反过来，那去中心化金融，比如说 DeFi， 像在今年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 Uniswap 它的这个每年燃烧的这个 ETH 的这个量还是在增加的，对吧？这会不会取代 CeFi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是说我们接下来要走全面淹过、全面拥抱这个以美联储就是以 SEC 或者美国为首这样的一个监管体系，让整个 crypto 变成这个美元体系的一个附庸啊？这是我的问题。好的，我先讲一讲。我觉得今年呢，确实对于中心化的一个 CFI 的信心影响，我觉得还是蛮大的。因为原先在大家眼中，好像 FTX 是非常强大的啊 ，FTX 费是非常这个品牌也很好，监管合规也做得很好。但这样的金融机构最后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对于外界对于行业的整体信心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我还是想强调，我觉得就是行业还是要自救啊。我觉得像我们呢，包括像其他就是在这一轮风波中也挺过来的这个友商呢，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其实都还是坚持着百分百保证金，坚持着这个用户资产一比一刚性兑付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行业的实质性杠杆呢，还是要比传统行业要低很多的啊。实话实说，这个因为传统的行业像银行啊这些普遍都是采取保证金制的，其实如果遭遇挤兑呢是更严重的。但是其实币圈我觉得除了 FTX 目前看的这个一家机构啊，当然和它的关联机构了，包括 Genesis 在内的，可能动用了大量的杠杆啊。其实第一轮呢，在 Luna 事件以来吧 ，3AC 啊，这个贝宝啊，这已经去过一轮了啊，所以 FTX 呢，我倒是觉得也可能是行业近期中心化机构就是最后一轮去杠杆了啊，我个人认为。当然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并不赞同，相当于尤其是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动用客户资金加杠杆，本来就是一种违法和违规的行为，所以我觉得首先目前呢行业的这个处于一个低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像其实今天 Circle 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他过来说的一样，就是美国可能上世纪二十年代也频繁出现银行被挤兑倒闭的这个情况啊。我觉得经过这一轮整合之后呢，未来的 CFI 的金融机构我觉得实力会更强大，而且这个风控会更严格啊。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也能够避免这个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吧。而且现在行业也在成立自治组织在也就像我今天其实也提到了，形成一个他律自律的这么一个相当于双重保险机制吧。我觉得来恢复行业信心和减少未来这种加杠杆可能性的发生，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 DeFi 当然也是我们未来布局的一个主要方向。像我今天主要提到的以公链和交易所为主的这么一个竞争格局吧其实在之前在 BNB Chain 和这个币安以及 FTX 和索拉纳呢都经过比较好的验证索拉纳如果本身没有这一次的这个 FTX 暴雷的影响呢，其实本来也是算是整个 DeFi 领域的一个领先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个一如既往的一个方向吧与此同时呢，我认为从监管环境来说呢，我们是倡导就是多国共同
监管的，而可能不仅仅是美国单一国家监管。因为我们觉得美国单一国家的监管机构的要求呢，也未必符合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国情。所以呢，我们像现在像我们现在在倡导的，可能先是加勒比地区的合规啊，我们在加勒比地区这个已经其实有蛮多布局的。然后我们希望在加勒比国家和地区未来呢，能够和更多的国家共同合作吧，然后来促进这个区块链行业的一个合规发展。